今日看台高山大清水面崩坑，近日因为四月初三的大地震，崩山崩甲真严重哦。目前道路是搁在抢修，昨早起十一点的附近，因为处理钢崩的时哦，火烛啊落伫恁那顶头着火，火烧七点钟才拍花，路是到暗时的六点四十五分才恢复通行。现在南下的车子已经通车了，南下的车子已经通车了。现在的车子一直陆陆续续往花莲的方向。中华公路大清水平房坑顶管，昨早起十点五十五分左右，疑似因为时间火车引起火灾，现场风势大，造成火势，消防员拍火将近七点钟，空勤也加入拍火。中华公路确定安全无问题了后，第一站暗时六点四十五分放车过去。上次0403地震的时候，那个泥隧道有被砸掉一个洞，我们现在是在正在做修复。钢筋切除的时候，那有一些火花，那个火花有喷到那个废轮胎那边，那不慎就引起火灾。因为现场为泥隧道的上方接近不易，而且是上面的防护的轮胎在燃烧啊，所以我们现在持续在调我们现在的泡沫桶来全面的来抢救。火势拖到正面，消防人员用南北两边向中来拍火，不过因为地形险峻，花莲县消防局申请空中野水抢救。空勤总队第一站下晡五点零五分派乌鹰直升机执行拍火任务。乌鹰直升机两摆挂水，导致四栋水了后，第暗时六点完成任务。大清水面防坑因为控诉控山强烈地震引起石头连来崩起，造成顶方破起。这段时间一直在抢修，十时再起在测度顶方更紧的时阵，无设置引导防止石头连来毁车链，加地速大火，火灾发生了后封闭双向人车通行，也塞车差不多三公里。我们十一点就到这边了，想说十二点放，结果才知道那边清水那边发生火灾。蛮长的，后面已经看不到尾巴了。你看看，哇，都是哎哈。昨暗时六点四十五分恢复通车了后，火警管制站加重点管制站，两班轮流放车行，车全部消化完了后，佫进行暗暝管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